庙旁边有楼梯下去，下去，下去以后啊，你到底的时候啊，你注意一下，你会站在一个平台上面，就是水泥的那个平台上面。那个平台啊，你往侧面看，它有字，叫第二治水门。要仔细看哦，你没有注意看的话，你还真的是不知道那边有字。那是南清宫。不是南清宫，还要在上面，在靠近新年国桥。好，走吧，赞，哈哈哈，真的哈，哇，竟然是来接触山水，真是赞。看看我们新店，哇，你看现在滑冰，泛舟哎，我们就一直走上去了啊，往东走。